渔民区区主席李习明挥兄，三民区区主席曾宪冠挥兄。国际同会同济会台湾总会第39届总会长，我们简淑金总会长除了秉持传统全会节的典范，任内创立多个新会，会员人数更是打破15年来的新纪录，今年的成绩更是非常非常的斐然。第3届总会长简淑金总会长，各位前总会长、总会的各会职干部，第39、40届总会长交接暨总会理监事全国会长统一就职典礼。是广东师，广现场大红色的祥师呢，也祝福我们。